大家好，我来到了新加坡的五级市商圈，这里非常热闹，这里也是许多观光客会来的地方，今天带大家来走走。进来这边这个商圈呢，很特别。它的屋顶呢都是有做设计的，所以下雨也不用怕。今天人潮也是非常的多。这里的商圈呢，也结合了捷运、地铁。新加坡这边是靠左边走，那其实有很多观光客呢，他们还是靠右边，所以就走的时候稍微闪一下就好了。这里呢是商场，还有结合地铁。这样走出来呢，又到了刚刚这里，这边还有二楼，
以及三楼。这边有卖一些纪念品，嗯，这里面重点是这里面还有冷气可以吹。这里是商场的二楼，这边呢也有空桥连接到另外一栋。这边呢都是美食餐厅。我们再去三楼走走。
这里的商圈还蛮大的，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方向，不然很容易就迷路了。